这件婚纱穿上实在是太完美了，设计一定要是最好的，价钱不是问题。这已经是最完美的了。给。钱您已经付过了。收着吧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谢谢老板。多少钱嘛？姑姑是包租婆，要叫妈妈了。哼，我去找姑姑。 小石头，小篮子，你们两个当花童好不好？什么叫花童？拿，这是那两个小孩。小篮子真聪明。当花童一定要拿花篮吗？男孩子能不拿花篮吗？为了爸爸和妈妈，拿一次花篮好不好？ 只有我来做你的证婚人了。我们几个兄弟吴梦祥到了美国，曾光熙和我也形同陌路，你能来我特别高兴。以后就没有什么兄弟了，只有战友和敌人。再出一个吴梦祥，我也不会当他是兄弟了。